托车大军来了，看到没有，源源不断的摩托车。厉害吧，全是摩托车。哦呀，现在来到范古老街这里了，可以看到这里很多人在这里吃饭，基本上都是洋人。基本上都是人人退休的年龄了，生意好哦，这里这几家店生意很好。他们都点杯啤酒在门口坐着聊天，应该吃完饭了。哦，这里每家店生意都这么好，这家店也爆满了。这里是一家酒吧，这里是洋人的天下，里面还有一家酒吧。这条街100多米，全是这种店，全部都是洋人，还有按摩的。按摩，后面就是按摩的，但是媳妇比较成熟了一点。这些酒吧不单单只能喝酒哦，还可以吃饭也行，吃喝玩乐一条龙。现在是晚上9点钟，今天怎么这么多人啊？今天不是礼拜天。他们把桌子啊都搬到了路中间这里了，只留下一点点，两边的酒吧全部把他们的桌子摆到路边了。看到很多游客在酒吧门口喝酒，来这里旅游的更喜欢在外面喝酒。这么早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美女在路边。今天晚上好多人哦，我们可以慢慢都住在这里了，走不动了。现场人山人海啊，但是这些店生意并不怎么好。其实现场很多人走来走去，只不过只有少部分人进去消费。等一下我就准备进去玩一下，挑一家比较好一点的酒吧。并没有
有多少人进去消费。这家店也安排了几个美女在这里跳舞，基本上都是穿着比基尼的，非常性感。这里的人流量大不大？今天晚上太多人了。哎，今晚太大了。英奶，不会。OK， 没事。谢谢你。好，好久不见。刚刚那些。Thank you， 谢谢老妈，谢谢大哥。谢谢老公。一人一杯，三十块一杯，三十块一杯啊！这里就打一轮妆就花掉了，五百块。他是问你老板的，打一轮妆就花了五百块。给他一杯，可以吗？有钱在这里真好玩。你家里人那是我们包呀。我有病啊，什么病啊？现在是凌晨三点了，回家了，回家了。后面还有很多按摩的。我也是按摩啊。凌晨四点钟，我们吃完宵夜回到酒店。我们的酒店就在范武老街，我们的房间在七楼，从这里可以一眼看到楼下的夜景。当我站在窗口的时候，看到这个时间段楼下还有游客这么多，这令人非常兴奋。但是这个区域周围的环境并不怎么完美，路边还有很多无家可归的姑娘站在路边，她们看起来需要别人的帮助。从镜头里可以看到，她们正准备和一个走过来的人交谈，这个老哥好像不太愿意搭理她们，这非常令人痛心。这也让我们意识到越南人民的生活还是如此的艰难。我想我们有条件的人应该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做更多的事情。就这一幕，这个姑娘已经和大姐交上朋友了。